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直线，享受每一次的转变，发自内心的投入热爱，让星光指引心之所向，这也是一条追逐卓越的道路，需要不断的磨练自己，专注细节，只有去经历生活，才能与更多角色同频。我喜欢那种全力以赴的感觉，一遍遍去推敲每一个微小细节，为了自己的热爱，你愿意付出怎样的努力？无论梦想是什么，通向它的道路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不断的在推自己一把。